啊，那不是你妹吗？醒醒，你妹，你在那儿干嘛呀？我不是那个回公司吗？我不回公司吗？那个碰巧碰到你了。嗯。你去哪呀？我准备回去，刚刚收了一叠山货。准备回去是吧？嗯。你要去哪里去给他弄了一个车呀？去镇上组装的。去镇上组装的。就是他一天到处乱跑，然后就做了一个这个，你别介意啊。没事，他这个狗狗挺乖的，他是阿拉斯加犬。嗯。耐力挺强的。准备回去了吗？啊、要不这样来，要不直接上我车吧，直接我给你们拉回去。不好上车吧，这个上不下来，算了吧。应该没问题，应该还比较远吧，还远不远？没事，我们自己回去吧，别管了。啊？别管了，没事，你去忙你的，因为这个车放不上去的。放不上去。对。要不这样吧，要不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要不我陪你回去，陪你一起回去，好不好，果果？果果，想我没有？果果想我没有？好不好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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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你加个年龄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好嘞。走了。吃饭了没？啊？吃饭了没有？吃了。哈哈，吃了。算了，你让你朋友一起。没事，就这样，等我一会儿，我能够送你们回去，送你们回去就行了。哎呀！现在都成网红狗了，喜不喜欢？非常喜欢啊！可以。很乖的，他很听话的。你是第一次喜欢吧？等会儿我叫果果直接拉着你，好不好？想不想体验一下？想。有多少人想体验一下的？我想。有，还有没有？我是胖子想。我是说果果拉着你走很舒服的，他可以把速度提起来。想不想体验一下？想。想是吧？好，等会儿让你体验一下啊。我走。乖得很。我看你就是最重要的。你看，他被那个客人吓到了。好了，等会儿我们回去把东西放了，我们就来接过来，好不好？你们把那老公人喜欢他。对。加了。到了。哎，好了。到了，我们把东西放下来。来，这是啥东西啊？那么重，哎呦，有点重啊。买的全是山货吗？对。我给你做。没事。你要喝水吗？不用喝了，我都准备要走了。今天都是碰巧遇到你了，我都是赶回公司的路，先把你到家了就可以了，到家了就可以了。我做的那个东西有点重。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这样吧，那个我也准备撤了，刚刚不是有些，刚刚不是小朋友想去玩吗？想。要不带果果带你去玩一玩，然后我就准备走了。去不去啊？去吧，是吧？走吧，走，我们去带他们玩一会儿，然后我就准备撤了。你要陪我们玩？那玩一会儿吧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没事啊。走吧。像云端，像云端，林妹，家里没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林妹在不在？林妹，你在干嘛？休息一会儿啊。看嘛，今天状态不是好好啊。有一点不是你吃。是吧，来，那个我给你带点东西吃的。来。不用你给我带这些干什么呀？也不是什么好贵重的东西，来，就给你带点吃的，来拿着。过来坐。
好好好好，拿着吧，来拿着拿着，就是一点吃的，好吧。果果还在家呀？果果没出去玩了？在家休息会儿啊。你看，你看果果，果果在闹嘴了。嗯，说没事没事，这狗嘛是那样的。不用了，这个我刚刚吃过了。吃过了吗？对啊，刚刚吃过了。那个你们今天准备怎么安排啊？安排什么呀？我们就随便弄，刚才去弄点猪肠，是吧？那个昨天晚上你弄那个蘑菇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对啊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吃。等一会儿要带你到山上去采。等会儿又去啊？就去吧。等会儿那个你等会儿有没有其他安排吗？你有其他安排我们就不去了，没得时间耽搁你了。没有，我们都比较闲。没什么事啊，等会儿去哪边啊？去哪边山？还是昨天那边吗？对，去昨天那边山。走吧，等一下带你去。好吧，走吧。嗯，你见过这个吗？这是啥？这是也是属蔷薇科的一种野果。野果？是的。可以吃吗？也是很好吃，但是的。啊？可以尝一下味道。嗯，挺甜的。这是什么果子啊？我为什么没看见过？这种蔷薇科的话，中国、印度都比较多。这种，它是属于你们大山里面才有的东西是吧？对，没有大山的，城里面有钱都吃不到了。买不到的吗？买不到。嗯，好甜呀、啊，好吃。这东西那么多，哇，这上那么多。只有表皮能吃。表皮能吃啊，里面都是这种果子，不好吃，对吧？好甜啊！你喜不喜欢这里？喜欢。你看，这就是正为你打算的江山，勇士们，嘿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我为你唱首歌吧。好的。向云端，别兴奋，别摔着了。不会啊，你喜欢这里吗？太喜欢了，太漂亮了，我的天呀！不仅风景美，人更美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有些人都喜欢待在大山里面吗？为啥？空气好，环境美。太漂亮，你看对面烟雾缭绕的感觉，我们祖祖辈辈都待在这里是吧？对，我看你在这些地方玩得太开心了。我们很喜欢大山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乡发扬光大。加油。哎，你们在干嘛呀？在花店呢，去花店熟了，我都摘去卖呢。哦，什么地方啊？你不是带我出来玩吗？嗯，这位是，这是我妹。嗯、哦，你好。你能不能好好一点？明明就说了出来带我玩的，这个是谁嘛？他是你妹。哦，我经常给你提这个。你之前说的那个啊？对啊，你态度能不能好点？你看吧。我说果果在哪里去了？你看吧，在这里被养成了那个样子的，那么瘦了，而且在家里好好的。他不瘦，你看他那么胖，还瘦吗？你能不能好好一点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别吵了，进来坐吧。好好的心情让你打乱了，简直是。你态度能不能好一点？你能不能别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们农村里面就别闲事，你先坐，你先坐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你能不能好好一点？天
就往这个地方跑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不用管不用管不用管。但你妈妈叫你让你回去，你也不回去。我回去我就告诉你。来喝点水。我不喝，我不喝，不喝，不喝。好。你喝。你喝，好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饿了没？要不要吃点饭？你一个，你妹妹啊？对啊，挺漂亮的，穿的衣服好好看。喝点什么？我给你们做饭吧。你能不能别这样？你能不能？你能不能别这样？妈天天让你回去，你也不回去，天天就在这个破地方待着，有什么意思吗？家里不好吗？好了好了，等会儿我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别这样？这里有什么玩的吗？这里不好吗？你看，山清水秀的，对不对？这里的风景不好吗？是吧？我去外面玩不行吗？我前天我才从那个夏威夷回来。那你多好玩的呀，非要到这里来。我也看得出来，你刚从那边回来啊。没事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我看你忙头忙过去了，没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就是说，但本来我说过来看你的，然后一回去，他要跟我一起出来，他叫我带他去玩。怎么样？我要回去了。你要回去了？你不吃饭呀？你不饿吗？不想再吃。我回去吃，我们去镇上吃嘛，我们去镇上吃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办？你怎么过去啊？你说怎么过去啊？你欠我吗？我不欠你。听你的了，说带我出来玩，结果是这样的。有生是缘不分，